有关今日上午三时许在本所辖内中华路36号前所发生之男女感情纠纷案，本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查处。经了解，系林姓女子与林姓前男友相约出游返回住家之时，巧遇现任王姓男友。林男因心生不满，便持铁锹及驾车冲撞方式毁损王男之车辆。王男现场以辣椒水朝林男喷洒，并持空气枪朝车辆射击。经警巡线追查后，并于3小时内将两名涉案男子查缉到案，并起获作案空气枪。全案经警巡后，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及刑法伤害毁损罪嫌，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。